闻香识公子是由李明源、杜宇辰领衔主演的古装甜宠剧，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11月10日开播。剧情讲述了杜宇辰饰演的女主，江湖上独家迷香门派的唯一传人叶小聪，为了寻找制造起死回生香的核心秘方龙涎香，乔装丫鬟深入平远侯府，与平远侯白丈书相识，却被误认为是北国间谍。从此，两人在不断的嬉笑误会中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，吵吵闹闹中又共同面对了人生的诸多难题。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与爆笑的日常中，日久生情的两人最终成为有情人。该剧已经定档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